平衡训练就是走很小的平面，像单杠、木板或者半圆球波数上吗？什么原因造成一个人的平衡不好？该如何从最基本到进阶？训练的顺序是什么？这些将在这支影片里一一为你解答。嗨，你好，我是 Gladys， 我的频道有运动训练、舒缓疼痛以及强化膝盖，欢迎订阅。在我们开始训练平衡之前，先来看一看有哪些原因造成一个人的平衡不好。造成平衡不好的原因有很多，这里可以列出六个。第一，少活动、少运动。第二，肌肉的反应缓慢，这个跟我们第一点少活动是有相对应的。当你很少运动，你的肌肉很少被刺激以及被锻炼时，肌肉反应不过来，特别是你站在一个非常不平稳的平面的时候，肌肉反应会比较缓慢。然后第三，肌肉没力。肌肉没力跟我们第一点也是有相对应的，当然没有锻炼，肌肉会比较没力，特别是我们的踝关节、膝关节以及髋关节，几乎就是整个下肢力量都不足。当你站在不稳定的平面、摇晃的平面，你的肌肉没有力气来帮助你支撑整个身体。第四，少接触摇晃不稳定的环境。一个人即使有运动，如果他没有加入平衡训练，他的平衡感也很有可能是不好的。第五，身体欠佳，像晕眩啊，整体是没有力气的，或者是过度疲乏，也有可能造成你的平衡感不好。第六， surprise， 惊喜，长时间的穿鞋子，当我们穿鞋子，特别是现在的鞋子，很多都是尖头的，或者是非常窄的楦头，那当你的楦头把你的脚趾挤压得非常小的时候，小的面积，你站在越小的面积，当然你需要的平衡感需要更好，越大的面积站得会比较稳。所以如果你穿的鞋子把你的脚趾头挤压成非常小的一个面积的话呢，你的平衡感相对的也会比较不好。长时间受小楦头挤压的脚，慢慢的脚的形状也会跟鞋子一样。刚刚与你讲解了哪些原因造成一个人的平衡感不好，你或许也发现自己中了好几个。那接下来该如何做来强化自己的平衡？训练的顺序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解的部分。平衡训练顺序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有一个学生他来找我训练，他的平衡感非常不好，单脚站立都无法完成，摇摇晃晃的，身为教练的我在第一堂课绝对不会让他单脚站立在半圆球上，虽然这也是平衡训练，但是这样子的设定，这样子的训练对他来说挑战太大了，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可能他会因此而扭伤脚，因此而跌倒。训练的顺序从最基本到进阶，第一，平稳的平面，例如地板、水泥地、操场，这些都是平稳的平面，非常适合平衡非常不好初阶的朋友。在这个平稳的平面，我们可以调整站立的面积来训练我们的平衡，例如两个脚掌踮脚，缩小站立的面积，一个脚掌踮脚，缩小面积。提醒，当你做平衡训练时，尽可能的赤脚，并且将脚趾张开，需要的话将脚趾按摩一下，拉一拉，将脚趾张开再做动作。当你的脚缩得越小，站立的面积越小，有可能会让你的脚踝以及膝盖甚至髋关节更晃动，所以呢必须将脚趾张开再做动作。单脚踮脚的训练强度其实是非常强的，对于一般人来说，身体所需要的其实在平稳的平面上用双脚训练，然后双脚踮脚，然后单脚，接着就可以往下一个阶段进行，也就是柔软的平面。柔软的平面有哪一些呢？你可以用垫子，有些瑜伽垫比较厚，或者你可以将你自己的瑜伽垫折厚一些，它就会变得比较柔软。还有你可以使用被子、薄床单、枕头、草地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例子。同样的，在这些平面上面，我们可以做双脚的训练，双脚踮脚，然后单脚的训练。再更进阶一些，来到第三，不平稳的平面，例如半圆球、波数、平衡板以及外来的摇晃，透过不断的练习，让身体适应这样子的感觉，
另外，我们也必须锻炼脚踝、大腿以及臀部的肌肉，强化下肢，让整个身体更稳定。我要特别感谢以下的观众朋友给予的超级感谢以及捐赠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让我能持续制作更多的影片来帮助你的健康。如果你也想要支持我，欢迎点超级感谢或底下的捐款连结。第一个动作，转头，双脚站得越宽，强度越低。我们可以先从双脚站与髋同宽开始，手可以叉腰或者打开，这样子比较好平衡。接着将我们的视线从正前方转到右侧，再转回来，转向左侧，转回来。如果你的身体有点晃晃的，这个动作你要多做几次。如果你觉得非常轻松，接着我们可以将双脚合并，双脚合并站的面积比较小了，这个时候会稍微有一点挑战。同样的视线，我们从前面的定点慢慢的转向右侧，转回来，再向左边回来，没问题。你可以再进阶一些，脚一前一后形成一条直线，双手打开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脚踝会有点晃晃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站的面积更小了，别忘了换脚。挑战单脚，请将肚子收紧，夹臀，把腿伸直。第二个动作，半蹲，双脚与髋同宽，臀部往后坐，手臂往上举高，手臂在耳朵的两侧。这个动作应该没问题，我们将脚跟抬起来，停留大约五秒，我们再放下。接着双脚并在一起，同样的半蹲，然后再进阶一些，脚跟抬离开地板。第三个动作，飞机式 airplane， 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大腿以及臀部的肌肉。将一只脚往后踩，前面的腿膝盖弯曲，将重量都放在我们的前面的这只脚掌，双手左右打开，将肚子内收，把背挺直，但身体是倾斜的，后面的脚尖轻轻的点地板，几乎就要抬离开了，所以呢，你的重量都在前面的这只脚，后面的脚微微的抬起来，只要离开地板一些就好。如果你觉得平常自己的平衡没有很好的话，先停留在这里，感受一下你的前面的这条大腿平衡，以及它在可能会摇晃。接着你可以再进阶一些，将你的后腿抬高，肚子内收，胸口可以更靠近地板一些，膝盖弯曲更多，臀部往后，你会感觉到前面的这一只脚的大腿以及臀部会酸酸的。到了一定的稳定了之后，可能一开始很晃，你就先稳定这个动作。习惯了这个动作，我们可以做移动式的，站起来点地板，往后延伸，点地板。这个动作必须要有控制，慢来完成。第四个动作，弓步抬膝，设定我们的弓箭步的距离，将一只脚往后踩一大步，不是很确定的话，你可以跪在地板，前面的膝盖90度，后面的膝盖90度，还有脚踝也90度，然后站起来，维持在这样子的距离，做一次弓步，后膝弯曲，然后往前点，后膝弯曲，往前点，将大多的重量，大约7到8成的重量放在前脚，
因为我们即将就要往前上了，所以这只脚要有比较多的重量，我们就能够往上。这个动作你可以锻炼十，力量还不错的朋友可以做到20下。接着你也可以挑战抬膝，往下抬膝，记得不要马上用冲的，因为这样子会导致有外来的力量让你的动作更困难。我们一开始先做稳定的，慢慢的。当你想要挑战自己的时候，当然你可以做力量往上冲。第五个动作，单脚侧点，右脚掌踩在地板，膝盖微弯，身体拉长，将肚子内收，双手往上延伸，形成一个 V 型，而我们的左腿往侧边延长，脚尖轻轻的点地板，将左腿抬起来，再放下，抬起，放下，试着将重量都放在我们的右腿。你也可以再挑战更多，身体往侧边倾斜更多，脚可以抬得更高，然后轻轻的点地板。当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的身体的重量都在右腿，同时上半身都是稳定的，并没有晃动。 OK， 所以你的身体要稳定，透过肚子内收，身体拉长，膝盖微弯，抬腿，挑战，手再延伸更，身体倾斜更多，手延伸。这个动作做单脚15-20下。如果你是刚开始，你的平衡还没有掌握得很好，你可以先做，可能到了5下，很晃，休息一下，脚动一动，然后再继续完成大约15下，然后再换边。单脚侧点的动作锻炼的不只是踝关节的稳定，同时也锻炼臀部的肌肉。当我们在做平衡的动作，不止脚踝要有稳定性，臀部也必须被启动，好让我们的髋关节以及上半身能够稳定好。第六个动作，平板单脚抬膝，我们使用一面墙，在墙面上做平板的动作，双手放在墙面，我们的双脚越靠近墙面，强度越低，远离强度会更高。双手放好之后，我们双脚并在一起，一只脚抬起来，在这里要检查从你的脚跟、臀部到肩膀是否形成一条直线。很容易出现的错误是臀部还在后面，必须将臀部往前推，让我们的脚跟从地板往上推，然后放下，整个动作是斜上方，身体是往斜上方延伸上去，再降下来。常见错误，身体往上，然后后退的时候就往后推，并没有哦，维持身体的直线。双手放着是为了维持平衡，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倾斜的状态，但我们的动作执行是往斜上方推上去，脚跟抬离开地板，哪一只脚在地板那一边的臀部要夹紧，大腿也必须紧绷，让我换脚。所以这只脚腿要紧绷，臀部要夹紧，往上单边试试看10次，你甚至可以做到20次，然后再换边。第七个动作，侧跳，往侧边踩一大步跨过去，里面的这一只脚轻轻的点，踩点，跳点，步伐必须大，你会感觉到有一股冲力，你可能会觉得晃晃的。那如果你觉得非常晃，你可以把步伐做小一些，甚至抬脚，然后再加上额外的摇晃，额外的力量，我们用大的步伐，透过侧边的跳跃，我们有一股冲劲，有一股力量。
当你踩下去的时候，侧边跳踩的时候，你或许会感觉，哇，这只脚踝有点晃晃的，那就是我们在挑战侧边的移动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往前走，往前啊、前后移动，但是侧边的训练很少训练到，所以这个训练对于平衡是非常重要的。以上都是以站姿以及静态的方式来练习平衡，我们还是要有实际的平衡训练。这也来到了第八个动作，走平衡木。你可以走小木板、单杠，或者任何面积又小又长又平坦的东西。先从慢的速度开始练习，双手臂展开能够帮助更好的平衡。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是，走的平面不要太高，走在矮的高度，若失去平衡还是可以很安全。想要改善平衡感，就必须持续锻炼平衡。若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 Gladys Fit Life， 追踪我的 IG 的内容和 YouTube 是不一样的哦，以及将这支影片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若你想要增强臀部的力量，改善平衡，请看这支影片。如果脚踝是你的弱点，你想要强化它，请看这支影片哦。